OK，大家都非常准时，有点早，那我就先放一下我们泛雅的一个小 video，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做的一些事情，让大家了解一下。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新冠疫情系列讲座。今天的主题是从中医的角度谈如何抗疫。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可以跟我们最权威的中医机构，就是北京中医大学，然后请到我们新冠领域最权威的魏子松老师会跟我们做讲座。那讲座之前，我想请美京华人中心张立方先生张立方小姐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京华人中心。哎，拿一点东西到这儿来。好的，谢谢 K。我听到背景有杂音，可能是有朋友是不是在用手机上线请大家能够海涵包容一下，因为毕竟这都是视讯的关系。我想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K 听得到吗？听得到，很好。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大家抽空来参加这个活动。在疫情期间呢，美京华人活动中心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待会儿都会跟大家一一的说明哈。那么我主要的是要感谢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主讲人教授、主办单位、合办单位。同时呢，我也简单的说明一下，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我们这是第三次的讲座。第一次是跟阳美商会合办，第二次是跟盟军的政府，我们的重点都是在纾困援助。但是从这次开始呢，我们着重身心，所以您看我们的题目都是切身有关的，从中医谈如何抗疫。接下来呢，我们还安排了有心理层面方面的一些讲座，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遭遇的一些问题，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情绪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可以跟我们的专家来对话。那么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两位这个专家，一位就是从北京等于是跟我们连线的李峰李博士，另外也要谢谢我们的合作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中医中心的张学凯主任这次跟我们合办。那么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美京华人活动中心泛雅医务门诊的陆慧欣以及跟张学凯主任两个人一起主持，同时也请李教授来给我们解说，之后有答询，谢谢。好，开始之前，我想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疫情期间泛雅的一些服务。我们泛雅诊所是那个大
华府地区 DMV 唯一的一个社区诊所，就是提供医疗服务的。那在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在开放，跟所有的那个 primary care doctor 运作一样，我们是提供远程的看诊。那我们的远程看诊是有非常严密的流程，那希望就是提供同样的或者是更好的服务，但是也尽量就是遵守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为病人提供服务。那我们泛雅诊所是有非常豪华的 volunteer 医生的团队成员，一共有18位社区在马里兰州 license 的医生来义诊，所以周一到周五都可以看诊。这是我们的同事每天还是坚持在上班。那除了我们日常一般的那个看诊的服务以外呢，我们在新冠期间有做了很多努力，就是希望我们的社区可以得到就是最新的最权威的疫情信息。所以美金华人中心设立了一个新冠网页，基本上每天都有更新，那信息的来源都是盟郡政府或者州政府的一些官方信息。所以所有的信息都是有经过验证，而且是 全中文的信息。那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翻报纸，或者是各种现在消息满天飞，如果需要最准确最官方的信息的话，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网页。所以这个是一个截图，就大家可以看得到每一天基本上都有更新。泛雅诊所也有一个网页，专门就是放本地的一些资讯，就是关于测试治疗的资讯。那其实之前也有人问到，就说一般如果大家需要测试的话，当然是找自己的家庭医生来商议，但是没有保险的人居民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到泛雅，成为泛雅诊所的病人。因为我们住在盟郡，盟郡有非常好的这个公共资源，盟郡政府支持我们泛雅诊所和其他 社区诊所为没有保险低收入的人士提供医疗的照护，所以如果没有保险需要新冠的服务的话，请联系泛雅。我们还推出 OK， 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那个中英文的新冠病毒专线。那这个专线的设置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方便，301-798-6001，周一到周六都有专门的护士在接听关于新冠的这些症状的问题。那如果你的情况比较紧急可能需要跟医生就是专门的医生来沟通的话，我们泛雅诊所的团队的医生可以会给你一些医疗上的指引。那这个专线除了问新冠的症状和治疗的信息以外，有些人有一些心理的焦虑无所适从，或者是想知道一些关于怎么样调试的一些信息，我们也欢迎您打我们的这个病毒专线。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士，还有精神科的医生都可以提供一定限度的服务。另外一个服务是我们有一个纾困专线。那大家知道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很多人在经济上遭受很多的损失。那从联邦到州到本地的政府都有很多纾困的方案，其实就是雾里看花，各式各样。如果您是想知道更确切的信息，或者是讨论一下您个人的情况的话，我们都会非常欢迎您打我们的电话。现在网就是你们看到的图表就是我们的新冠专线。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有专门的同事，他们都是在报税，在社会福利或者是在保险方面都是一直都是有专业的培训的同事在回答您的问题。 OK， 那大概就是这些所有的信息，您都可以从 CCACC 的网站，就是 ccacc-dc.org 上面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OK， 下面的时间我就交给张学凯主任介绍一下北京中医大学北美分校的一些情况。好，谢谢。好，谢谢。
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中医中心的主任张学凯。我呢在这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 USCCM。我们呢是在2016年12月17号成立的，然后呢当时是有我们的博物馆，然后后面呢就是有我们的门诊，然后有这个继续教育有研究的团队。然后现在呢我们的门诊现在有13间的诊室，有这个针灸师12名，然后有中药房，我们可以提供中医针灸的各种服务，对于疼痛类疾病，对于针灸中医的一些适应病种，我们都在做相应的临床治疗，然后我们有相应的一些保险可以 cover 到我们的费用。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和我们的一个地址。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呢就来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李峰院长。我们李院长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兼任呢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副主任委员，获教育部青年高校青年教师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首都防治非典先进个人，曾援藏一年。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曾主持863青年基金、973子项目、115支撑计划子项目等省部级以上各类项目21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1项，获得2019年中西医结合学会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非典期间，李院长曾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发热门诊负责人，在临床工作3个月，获首都防治非典先进个人奖。面对新冠疫情，李院长主持了中医学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新冠肺炎2项新冠肺炎防控应急专项，基于循证和大数据技术的中医疫病经典及现代文献数据库的构建和挖掘研究，形成了3本著作、4个指南和建议，以及10个视频等成果。具体的成果我就不再介绍。下面呢，有请我们的李院长给我们做精彩的报告，谢谢。这样的，我先把我的屏幕共享了。尊敬的主持人，这样的屏幕大家能看见吧？都可以看见。看到。那非常清楚，谢谢，可以开始。好，谢谢谢谢。尊敬的咱们那个主持人，尊敬的咱们那个就是华人中心，还有泛亚中心吧，还有咱们那个北中医的美国中心的各位领导和朋友，还有咱们今天参会的各位嘉宾，大家。我们这是早晨，您这是可能晚上好。特别高兴啊，能有机会呢在这样的平台上跟咱们就是海外的华人呢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首先呢，其实我这儿也准备了对我们的中心呢做一个简单介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心成立以后呢，在2018年的5月份，我曾经到访过我们的中心，然后在中心呢也跟咱们华人朋友进行过一次交流，做过一次讲座。
我感受到了咱们那个就是中心跟当地的就是包括华人以及呢咱们那个美国朋友的这种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回国以后还在跟我联系，所以我也是那个很感受这种咱们那个中心呢及博物馆临床诊室培训教育和文化传播等一体的这样一个就是那个工作模式。我也特别希望将来有机会呢通过这样的平台呢跟咱们就是海外的华人呢继续保持联系。那么刚才呢薛凯主任呢介绍了一些情况，我就不多讲了。其实呢就是我自己想介绍的，就是说我自己呢曾经参加过非典的那个工作，而非典工作之后呢就是那个当时呢我们就非典这样一个工作呢向教育部提出了申请，得到了教育部的一个就是病毒性疾病防治的一个重点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机构。在这样机构里头呢，我们对整个中医的就是有关抗疫的就是以往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呢也对它的那个就是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所以我呢想简单的呢把我们这次对那个新冠的就是我们的认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内容啊，我只想说呢就是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说冠状病毒肺炎发病机制和中医是如何起作用的。那么就是最近一段期间呢，因为也在那个就是不同场合跟咱们那个很多的专家也好嘉宾也好进行过交流，也就是说呢就是中医在这样一个新冠病毒肺炎上有没有效，如何起效的。那这里面呢就是从2003年开始呢，我们的就是那个研究机构吧，其实呢从 SARS 以后对相关的病毒进行了系列研究。那么其中我们的工作呢发现，就是说病毒本身呢通过侵入以后局部的增殖对宿主的损伤产生一些作用，同时呢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病毒本身的这样一个就是对细胞的损伤，而是它呢引起了一个炎性反应，引起了炎性的级联反应。这种级联反应呢在重症的病患中呢形成了炎性风暴，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患者呢就是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呢它为什么会形成炎性风暴呢？它干扰了机体的免疫功能，使得免疫功能失调。那么中药呢其实在我们的研究中呢，中药确实有一些中药是具有杀病毒作用的，这个是我们实验也可以做出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呢就是在就是非典包括呢就是那个这次的新冠工作中呢，我们发现啊我们的中药可以特别好的阻断炎性级联反应，也就是说呢我的轻症通过我们的阻断不容易发生到重症。你像我在非典的时候看过54例疑似患者，当时呢就说呢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来得太突然了，我们的检测呢只是那个在后面才开始呢比较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及时准确。那刚开始我们就说呢只要是发现只要把发烧截断了，因为那个非典和新冠不一样，非典上来就是高烧，如果高烧止不住的话它会向重症发展。所以我当时呢在我的门诊上呢是用了那个青开灵，大概是5倍到10倍的青开灵，没有用别的药，直接病人的高烧进了以后呢直接用青开灵去治疗。那么发现呢一般到了2-3天左右烧呢就逐渐渐退了，这时候观察21天没事它就出去了。那么就是这个过程呢我们当然也有那个疑似的最后也有送到那个就是那个专就是叫专科医院的，但是呢没有一例死亡，而且呢其实没有一例重症，就是呢阻断，而中药呢恰恰可以阻断我们的级联反应。而这个过程呢不光是对炎症风暴的阻断，也有呢就说呢恢复我们免疫功能自身调整功能的一些效果，这是我们目前呢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认识。同时呢我们也对它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包括了病毒对就是机体损伤以后导致的一些环节，而这些环节呢我们有些理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在后面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实际上就说呢据最新的报道呢，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数据准不准确，从网上查来的，就是我目前呢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病例呢确诊到了400多万，而且死亡呢有30多万。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把我们的那个就是疫病对人类
对我们个体的威胁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么从当其实从那个就是非典以来呢，我个人也一直在呢关注这个就是病毒性疾病的一些那个就是研究，自己也在做一些研究。那么这次呢，从新冠肺炎一开始那个进入我们的那个状态以后呢，我们也是带着团队呢快速的把我们以往的一些工作呢经验做了总结。我们首先呢，其实在2月18号的时候，在之前我们学校就有46个医务工作者呢到了那个武汉，那我们很多专家呢在跟武汉连线，帮他们寻找一些呢合适的方案啊，对方案就是背后的一些呢他的比方说用的方子，他的历史上怎么回事，怎么用的。我们就说啊，就是团队呢大概在2月18号的时候就已经呢整理出了中医疫病名方精选，还有中医疫病医案精选，就是古人怎么用方的，古人怎么看病的，就跟他很类似的东西呢直接就连线就发表了，通过呢就是那个出版社呢就是直接呢公布出去了。同时我们团队还把那个历史上的就是中医的有关传染病的治疗和康复还有预防总结了25讲，那也出版了。那同时我们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当时关注的热点内容呢，通过了各种的视频讲座，那么在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线上对公众呢进行了就是那个分享吧。那我们自己呢给一些特殊人群，包括呢我们的那个就是青少年，还有包括我们的残疾人，还有我们的部队的一些那个就是进行了方案的制定，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工作呢在研究基础上服务于我们的大众。那今天呢其实我想就说呢，就我们研究的一些体会吧，跟咱们各位朋友交流一下，也请大家呢指正。因为我们也一直在全就是我们大学搞的那个全球战役这样的平台上连线的海外的有一些呢就是那个病例我们也在一直接触过。那我呢就说呢，就是先简单的把有些内容呢介绍一下，然后有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呢可以在互动环节中呢再深入去探讨。那么实际上就说传染病对我们生命和种族的威胁呢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可以使得人类的种族生存发生威胁的话，无疑传染病的是一种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因素吧。大家可以那个查到历史上，在公元前430多年，一场瘟疫可以使雅典的1/3人口丧生。那么就是我们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也使呢上2000到4000万人丧生。这样一个就是那个疫病呢，实际上在古代呢，就是包括中国也有记载。中国在文字历史上呢，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的记载。你像我们的甲骨文就有这样疫这样一个记载。在那个就是还有吉年，就是专门有那个瘟疫发生的这个年度的记载。我们团队呢就是发表的这个数据可能跟大家看到的报道不一样。我们从非典以后呢系统的对呢清朝就是到春秋到清朝2681年间的记载进行了搜索。有疫灾的有669年，平均大概是每4年有一次疫灾，不到10年有一次大疫。如果比较起来呢，大家会发现就说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大疫，但是呢能够这么横跨洲际，甚至呢引起这种就说呢就是上千万人死亡的大疫呢还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从春秋以后就一整套防护疫情的方法，尤其呢就是那个中医呢，你像在那个末年他就开始呢有呢就说呢就是医生针对这种疫病的流行进行总结。你像《伤寒论》，它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一个对疫病总结的那个一个结果，同时呢也催生了我们医圣张仲景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的那个诞生。尤其到那个明清的时期，中医家呢把历代疫病的流行特点总结出来，形成了我们的瘟疫学派、瘟病学派。而瘟病学派呢，它对疫病的防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并且有比较好的实践经验，还有一些措施。这些呢都使得我们中医药本身形成了有关的就是那个经验呀、理论呀、方法的这样一个就是形成，同时也给咱们现代呢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多
次呢，在那个包括我们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专家，还有一些呢那个问我们说呢，中医防治疫病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呢，中医防治疫病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就是我们在面对呢突发的病毒性传染病，它呢可以没有疫苗或没有特效药情况下快速应对，因为我们有呢就是近3000多年的一个经验的总结，在不同角度，包括我们说的六经辩证、胃气凝血辩证、三焦辩证这一系列辩证，包括脏腑辩证，综合起来8个维度对这个疾病进行呢系统的分析，从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点，比方说呢，我可以调整它的免疫功能，我可以截断它的就是炎性风暴，我可以呢调理它的整个的就是状态，使它呢就是不至于呢发生到很重。那么这里面就说就是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官方那个数据呢，就是国内新冠肺炎中呢有7万多人吧用了中医药，占了91.5%，其中的湖北省呢有6万多人使用中医药，占90%。而呢就说啊，就是从它的有效率的统计来看呢，达到了90%以上。这些呢就说呢都使得我们呢对中药在就是疫病期间的使用，无论预防还是呢治疗还是康复呢，都有它独特的一些特点。总体来说呢，就是从历史来看，那么中药呢可以形成个立体防护。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报道，包括呢室外的、室内的、随身佩戴的、熏制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中药呢对于那个这一类就是我们叫呼吸道病毒呢是有呢就是抑制甚至杀灭作用的。第二就是呢，它可以就是官方的认为它可以有效的治愈轻症，缓解症状，还可以呢减少轻型、普通型的向重型发展。这个我们在临床中呢确实体会到了，就说呢用上中药以后，无论它的退烧、缓解症状，还是呢阻断它的进展，都非常有效的。第三呢，它也可以提高呢危重症的治愈率，降低死亡率。那最后呢，它还可以在康复中呢促进我们的集体康复。因为这次呢新冠之后，我们也发现它呢实际上新冠的那个损伤不只是在肺，甚至呢波及到神经系统，还有其他一些系统。这里面呢就说呢，我们先跟大家聊聊预防。其实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呢是中医的一个经典的理论，那么在那个就是他的就是经典中呢就记载着，就说皇帝就说呢，余温五疫之治，皆相染疫，勿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助呢，如何可得不相一疫？也说呢就说古人就开始问，就说啊，这个瘟疫面前如何首先呢不让它传染。那么岐伯就说呢，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平从来，福得其亡。也就是说呢，这段话呢就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个就是说避开疫气，这也是我们呢在国内国外的推行呢，就是社交距离呀、勤洗手、戴口罩啊，这样子说呢避开疫气。第二呢，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就说呢改善增强自己的体质。这一点呢就说呢，我想就说呢跟许多朋友交流的时候，就说同样的接触了传染炎，有些病有些那个人啊有可能就没有感染，或者说有些人感染以后呢很轻，他属于轻症的，有些人呢感染以后呢他就是比较重，甚至有些人呢病危。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不同的结果，面对同样一个病人呢？实际上就说呢，这就是我们的内在因素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我们通过外在的方法调整内在因素，使得我们呢不容易感染，或者感染以后呢不至于过重，很容易痊愈，或者呢后遗症不重，这些都是我们呢值得探讨的。待会儿我会想一个辩证是从哪块去指导我们的思路，不是说是所有的那个人都吃一种药，其实呢人的基本条件不一样，对疫病的易感性不一样，感染以后呢它的反应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对不同的状况进行了调整。那么这里面呢隔离呢，因为大家呢说的比较多了，我就说呢古代就有这样的记载，那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的方法，这里我就不多讲了。那么这里面得说呢，就是国内呢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呢采用过，比方说呢艾叶啊、苍竹啊，古代记载频率比较高的，进行了熏制或者是预防，大家呢如果有条件可以研究。
那么这是我们的就说呢，就是可以把它呢混作成一个小的苍竹艾绒柱进行呢家庭的防疫。另外呢，我们也有就说呢，很多的专家呢制成了就是那个随身携带的预防呢就说疫病的这样一个香囊，古代就有香囊记载。我这里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呢那个他的一个方子，包括呢藿香，古代就有呢，尤其这次的新冠它是偏呢寒湿的，所以藿香苍竹是古代呢就是报道比较多的一个预防呢就是外用的熏香的一个药物。而菖蒲、草果、艾叶、白芷、苏叶、贯众呢也是记载比较多的。在记载中呢，在那个就是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就说呢，如果外面有瘟疫了或者那个有些感染了，他呢宫廷会怎么样呢，拿贯众煮水去泼洒熏，就是那个做空气消毒。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呢我们做成呢就说香囊，或者在家里头呢那个蒸煮，都是呢比较有效的。那么现在你说呢，回到我们今天讲的重要一个问题，就说呢扶助正气。有人说我也补了呀，那个我都补得流了鼻血了，怎么还有感染呢？实际上我们还想说的正气不是我们说的呢就说能量，不光是能量。那么我们就说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不同的人接触了新冠病毒实际上后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呢我们个人因素不一样，中医说的正气状态不一样。那我们中医有很多的方法，包括我刚才讲的八种辨证方法，可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正气状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中医呢扶正的目标不只是增加体力，说我跑得快了，跳得高了，有劲儿了，也不是说呢我吃完药以后我一时有强壮感，而是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包括呢抵抗力，包括自身的调整力，就是我得了病我可以自身快速调整，不让它加重，还有恢复力。那么这个目标呢，中医有个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平衡。在平衡条件下，人得病以后他的愈后是最好的。那么首先呢就说啊，这里头呢我想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要想自己呢身体状态平衡，首先要规律生活。因为我们的状态是由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促成的。所以那个苏问也讲的就说呢，如果是一个人呢能够知道这个道，就说让身体呢保持呢最正常最好的状态的这样方法呢，首先要法于阴阳，就平合于术数，它有方法。那么注意具体到什么，就说呢食饮有节，吃东西要注意，起居有常，就是活动工作休息要有规律，不忘坐牢，不要太累了。这样的话呢就能保持自己的身体呢身心状态一个平衡。那么这里头呢就说呢，我们要注意饮食要调整，跟环境要达到平衡，就说呢外面冷了要注意穿衣服，外面热了要减衣服，让身体呢平衡。更重要的是刚才咱们呢就是那个几位呢主持都说了，要注意情志，因为情绪对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其实这一段呢我接触很多咨询的那个朋友都是呢惶惶恐，特别紧张，越紧张越担忧，身体状态越不好，同时呢避免劳累，这个是我们呢预防疾病的一些呢最主要的基本原则。那么饮食这块呢就说呢，咱们那个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实呢首先呢我们有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均衡饮食。所以呢你像素问就提出了，就是五谷为养，也就是说呢主食要保持呢一定的量，五果为助，适当的吃些水果，五畜为宜，有一些呢蛋白质的补充渠道要保证呢精粮通畅，五菜为充，也就是说呢你要想吃饱应该呢就说呢在保证一定的营养基础上多吃一些菜，然后呢气味和而服之，就是不要太偏食了，一定是呢自己的喜欢，同时呢五味相合，以补精益气，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平衡膳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大家呢就说呢一定要因为有很多内容呢，我看各国呢都有自己的膳食宝塔的那个内容，我们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就是那个国度的，或者说我们呢自身所相应的这样一个饮食的平衡的这样一个模式吧。那么这里头呢就说啊，我们想提示的是，针对新冠肺炎可以针对身体的易感状态，就是我属于什么状态，我可以吃呢相应的调整的食物和药物。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盲目的就说报道说吃这个管用我就吃，吃那个管用就吃。第二呢，也说呢，就说呢，要食用跟自己体质相应的、跟状态匹配的食物和动物，对，或者那个药物。比方说，我身体偏寒凉的，我吃点热的；我身体偏热的，我吃点凉的。一定是呢，要匹配，这才是调整，而不是盲目的食用。同时要注意脾胃功能。此外呢，就是那个规律作息的话，因为那个新冠呢。国内是这样，有好多人呢居家了，所以后呢，有的时候玩的高兴就玩的比较晚。实际上，我们还是建议呢，大家呢规律的生活，尤其是跟我们的日节律，我们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要呢就是使自己的生活节律颠倒了。我们咨询的很多病人都是因为呢熬夜，第二天呢精神不好，结果最后呢导致一个最后一个失眠。此外呢，运动特别重要，自古以来。中医呢认为呢，就说运动是保持人体生命的很重要的元素，而这个运动呢又有很多种。我们推荐的是为了健康而产生的，根据几千年咱们就是人类那个就是健康的经验所凝练出来的一些的功法或者是运动方式，因为这些方式呢本身就是为了保健而产生的，它跟我们的走路啊游泳不一样。因为它毕竟呢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叫呢运动导引保健体育一体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呢合适的运动，比方说八段锦，它可以在短短的六分钟左右到十分钟左右，利用呢不到就是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它可以呢就说呢就是自己呢就说使得90%以上的关节、肌肉、骨骼得到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它这种姿势呢又可以牵动呢相应的脏腑，通过经络形成导引，调整人体的气血状态。所以我就说的，它的健身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呢推荐的。情志也是刚才呢就说呢，咱们的主持人介绍过，就说呢情志非常重要，而且呢后期有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情志调整的方法。我这里头呢就利用一点点时间呢介绍一下，就说呢我们的情志在同样一种刺激下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有的人情志呢偏于忧郁，有的人偏于呢思虑，有的人偏于呢那个焦虑，有的人偏于呢害怕，有的人偏于呢急躁。那不同的反应怎么产生的呢？因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有热，有的人偏凉。那么根据脏腑功能，它跟呢心理反应的模式相匹配的，所以以后呢可以针对性的身心同调，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此外呢，相应的方法也有很多，其中呢比方说音乐也好，那个颜色也好。因为呢从造访美国以后呢，我自己本身呢跟美国的很多朋友呢有交流，你像呢波士顿现在流行的什么五色疗法啊什么的，它实际上都是根据中医呢这种就是五脏五神，就是脏腑藏神啊，五音、五方、五色相匹配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是互相的那个就是关联的，所以这些方式呢都可以综合使用，既调整身体，也调整身心。就是中医认为呢，身心它本身是不可分的，这也是我呢简单的提示一下。那么现在我想讲的，今天呢比较就是我想那个重点介绍的就是。不是我们见到别人说这个管用就要用的，而是一定要了解自己，我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究竟这个易感状态是什么样的倾向，我如何针对性的调理。那么这种呢就是资料呢，我们根据新冠这次发生呢，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介绍。这次新冠发生呢跟我们的非典有点不一样。那么新冠这次呢，它首先呢容易感染呢气虚的人群，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群中呢，体质也好，状态也好，有一部分人呢存在气虚，而这种状态呢，一个就是说容易感染，而且感染了以后呢容易呢比较重。所以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一聊，就说呢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气虚，气虚程度如何，得用多大程度的就是因素去调理这个状态。第二个呢，这个新冠这次是寒湿，它有痰有湿的人，
容易出现。那我们刚才说气虚的人呢，他会觉得累，觉得有点气短，容易自己出汗。而痰湿的人呢，通常呢是有虚胖。这次我们调研过，就说呢，虚胖的人，他得病或得病以后呢，发生会容易重，这是国内的一个数据。第二呢，虚胖就是这种痰湿呢最典型的，待会我们还会说，他是痰是腻的，他自己觉得嗓子会有痰的感觉。第三呢，就是啊，得了以后，容易呢就是加重或者缠绵难愈的，是气郁的，就是本身情绪呢比较紧张。这种人呢，其实也容易易感，容易导致呢我们的免疫功能失调，从而呢出现一些呢，就说得了以后呢容易加重。那么这样一个人呢，容易产生一种抑郁啊、焦虑、易怒这些表现。第四就是内热，有内热的患者，他容易在感染以后，他免疫过度应激形成的炎性风暴。这个我们自己呢，待会我们会说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内热，要不要预先的把内热先清掉。身体越平衡，越不容易感染，或感染以后呢，越容易呢稳定。第五就是脾虚，而脾虚的人呢，其实越有脾虚，越容易有气虚，越容易有痰湿。所以呢，保护脾胃、调理身心，也是我们呢比较关注的一个状态。待会我会说。最后就阳虚，这次发现的说呢，那个阳虚的人，在得病以后，他的状态乃至呢就是那个康复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看看，就是阳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需要怎么调整。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分析的。其实这六种状态不光是跟预防有关，也跟康复有关，也跟治疗有关。那么在我们有呢相应的治疗方案的同时，要注意呢不断的把身体呢调整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对这六种易感状态呢进行及时的调理。第一个我们先说呢气虚。我们气虚的人其实呢特别简单，疲乏，能量不足，而这种能量呢就是体现在心肺上，就是气短，他觉得老有点呢接不上气，一活动就更厉害，觉得气呢不够用。另外呢免疫力低呢，由于气虚，我们就中医这个保卫的胃气虚，会免疫力下降，而免疫力下降呢还有伴随症状就自汗，一动就出汗，怕风，这种人呢是容易感染的。那么气虚状态呢，它舌呢是偏淡的，就是我们是这应该是淡红舌，它变成了淡颜色呢要比正常人淡一些。另外呢气虚最好把握的有三个症状，疲乏、气短、自汗，这是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状态，如果有的话我们待会儿说呢如何调整。那么首先呢气虚这种状态呢，我们说了多由于脾虚而导致的，其实我们建议用点山药。其实山药这个药啊，其实特别好。第一个，山药是健脾的，因为脾胃气足了，我能量就足。而且脾呢跟肺是相关的，都属太阴。脾实，则我们的肺气实，则免疫力要高。所以我们呢特别建议用山药。其实山药除了健脾，还是补肾的。我们像元朝的胡思慧，曾经呢就是大汗，就是那个皇帝问的，就说呢，你看我想那个就是后宫佳丽那么多。我想有些壮阳的体力好的那个食品怎么弄呢，最后呢胡思慧就给他找了很多专家论证完以后，就说呢山药炖羊肉既可以提高免疫力又可以壮阳，就说山药是补气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你像那个中国那个就是北京啊四大名医施金墨，他在治病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只要属于虚症 70% 的会用的山药，肾虚呢 90% 会用的山药。所以后呢山药这个那个就是一定要不要炒，就是生山药直接呢就是泡制，煮粥也好，蒸也好，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炸也好，咱们自己呢可以做。此外呢像茯苓也行，它是健脾化湿的，它一个可以解决我们两个刚才的脾虚还有湿有气三个状态。多汗呢是免疫力偏低的，我们叫胃表不固，可以用呢百合呀、附小麦呀，甚至用一些呢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玉屏风散都行。这个咱们那个国内人都知道玉屏风散是帮助我们的就是固表提高免疫力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艾灸。艾灸这一次呢也是很受人关注的。那我们这里头呢艾灸的艾绒本身在古代就是一个熏，通过香熏吧
预防我们的就是那个病毒啊、疫情啊这样一个有效的。那我这里想说的是，通过艾灸呢，灸足三里。人家说呢，就是常灸足三里，如吃老母鸡。足三里本身呢是可以健脾、强胃的，而脾胃强呢，它就可以导致全身的那个气血充足，它要比山药效果来得更快。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它是足阳明经的胃经的合穴，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三寸，在脊骨旁一横指。这个穴位呢，如果大家是保健的话，可以调理脾胃、调气血、助消化、补虚弱。那个有无论有没有疫情，这个穴位都是值得大家呢经常用的。但我想强调一下，因为呢艾灸本身呢它是偏温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建议大家呢，第一个在灸的时候要注意一天，不要每天灸。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周两三次。第二，时间也没必要太长，5到10分钟。第三个呢，如果出现了后面我说的内热的现象，艾灸呢可以减少量，甚至暂停一下。那么至于什么样的内热呢，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再看。那么这次呢新冠的疫情呢，特别典型的是伴有湿象，因此呢体内有痰湿的人我们特别注意。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首先看看他呢有痰湿的人呢，第一个容易呢偏胖，而且是虚胖。第二呢容易酸困乏，这也是我们这次新冠一个症状，就肌肉酸困无力。但是呢这个无力啊跟我们的气虚是不一样的，你看肌肉挺酸啊挺困啊没有劲儿，一活动会好一点，这是湿，一活动更厉害，这就是气虚。然后呢就是平常老觉得嗓子有痰，嘴里黏黏的。但是最典型最典型的，我们那个国内曾经呢就说中华中药学会最后呢想找一个诊断标准，然后看看痰湿哪个标准，就说呢哪几项具备就是痰湿。最后专家共识呢发现呢主症是什么呢，苔腻，但见苔腻就有痰湿，这是腻苔，这是腻苔。所以大家呢最简单的每天呢对着镜子看一眼，哎，如果发现呢苔厚了、腻了、很黏的粘在舌头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身体有痰湿了。有痰湿不光是我们这次新冠有风险，它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系统，什么那个斑块啊，什么就说呢身体的那个就是垃圾多啊，就说很多的状况都有关。所以痰湿呢也是我们健康一个大敌，代表了我们的体内的垃圾偏多了，或者能量偏多了。那我们怎么样处理，主要是垃圾偏多了，代谢产物偏多了，堆积了，我们要处理它。如何处理呢？第一个就是说食疗。这里面呢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薏仁，薏仁本身就是抗病毒的。那么对于新冠呢我们没有做研究，但是就说呢你看大家有的人说我身上长猴子了，我身上长油了，我身上长了赘生物了，这种呢就说呢那个甚至呢那个乳头瘤病毒，包括呢就是女性的尖锐湿疣，或者是那个就说那一类的病毒，薏仁效果都特别好。薏仁本身呢还可以呢预防我们的就是肿瘤，所以建议大家呢用薏仁煮水啊、煮粥啊服用，都是我们可以起到好的作用的。所以像红小豆啊、香菜这次也是解表湿的，咱们在新冠期间呢吃饭的时候呢煮汤啊什么加点香菜也是。第三个就是陈皮，陈皮是健脾化湿的，那么所以用点陈皮泡点水喝也是管用的。那这里面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因为现在咱们生活呢比较好，大家容易产生呢就说呢吃的摄入过多，而呢垃圾呢体内呢代谢不出去。我们有个穴位叫丰隆穴，是化痰药穴，是可以呢减肥啊、祛湿啊、化痰呀。那么这个是在小腿的前外侧，外踝上八寸。其实我们通常呢拿手呢是一虎口，在呢就是调口穴的外面，距呢颈骨前缘呢大概两横指。大家呢其实呢上找一找这个穴位，经常揉呢对减肥、对我们的祛湿、对我们的就是这些呢都效果特别好。第三呢就是气郁，这个精神紧张啊也是我们呢是特别呢就是容易导致身体脏腑功能失调的一个状态。
那这里呢最常见的是肝郁气滞，导致气机运行不畅，觉得身体啊先是心里不痛快，结果整个的身上总觉得别扭。他身上别扭的时候呢，其实脏腑内部的自我平衡力调整就变差，那么体力抵抗力恢复力也变差。那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不要过于担心紧张；第二，也不要容易呢发脾气，过于激动；第三呢，更不要有郁郁寡欢呀、胸闷不舒啊、压抑这种状态，这都是我们呢心理呢紧张、气郁最常见的状态。此外呢，还有什么喉嗓子老觉得有东西似的，身体老觉得串痛，乳房胀痛、月经不调、痛经、胃胀、反酸水、肠鸣，这些都是呢一种气郁的状态。那么气郁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呢能够疏肝理气、调整身心的食疗。比方说呢，我们首先推荐什么呢？叫金桔。吃完以后呢，容易让心心呢比较舒畅。月季花呢，既是调理情绪的，又是调经的，女性可以用。带带花呢，它可以调整气郁状态呢，还可以调整睡眠，还可以调整什么呢？可以调整呢脾胃，让脾胃呢就说呢，有的人脾胃老堵堵的，带带花呢是可以改善的脾胃气郁状态的。柑橘也行，山楂也行，山楂呢既能理气，能活血。另外呢，有一个药呢或者食物叫黄花菜。黄花菜呢别名叫忘忧草，学名叫萱草。这个本身呢食用可以让人呢心里头舒坦，忘忧啊，不至于思虑过度，它还可以治失眠。其实呢，黄花菜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呢疏肝，能让肝的本身，你像呢就是黄花菜呢，我记得在那个国内好像八几年吧，有一次是那个上海也像那个疫情似的甲肝流行，当时呢那个所有大夫都上门诊了。我们有个老先生叫王翘楚，当时在中年就上了门诊，他是原来搞文献的，结果一查那个书上说的黄花菜啊，力胆。He said for me to go to bed early, so I'm gonna go to bed now, okay? You just said live. 对不起。啊，那我没事的，我以为咱们那个朋友听不清呢。所以当时王翘楚就拿黄花菜呢治疗甲肝，效果非常好，退黄疸非常快。但是等病好以后呢，还有老有病人来要这个糖浆，就是黄花菜熬成糖浆。咱们的中国的南方人喜欢做糖浆，就最后呢，他就问为什么，就说病人就反映啊，黄花菜呢的糖浆啊，只要喝了以后睡觉特别好，情绪特别好。所以以后就说这个黄花菜就是萱草，大家可以打卤做那个什么，我们北方是做那个打卤面用黄花菜。那个木须肉用黄花菜，这个可以大家呢食用，一天呢15克就行。另外就百合，这个百合啊，如果是干的用，它是养肺阴的；但要有鲜着用的话，它既可以养肺阴，还有清火，对焦虑效果特别好。你看有的人睡觉不好啊，躺在那儿躺不住，哎，躺一会儿就爬起来，烦，而百合恰恰可以解烦。就说啊，就是鲜百合，咱们呢可以。直接拿水焯下吃，有的时候我都生吃。那么就说呢，百合呢只要新鲜的话，对于我们的情绪调整，待会儿我们和我后面说阴虚有热的效果特别好。那么这里头呢就说呢，就是内热，内热是我们新冠肺炎呢一个大敌。为什么呢？一旦感染，你像我们那个东直门医院曾经呢调研过，73%的感冒的人，也就是说呢他呢就说感冒之前是有内热，也内热是首先呢就是疫情的易感状态，同时呢又是个易重状态，就说呢有内热的时候一旦感冒了就容易发烧。感冒是什么，那个内热什么意思，就体内的热量过剩，体内呢免疫系统呢过于亢奋，一旦有点问题呢它就爆发起来，容易形成炎性风暴，威胁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内热呢我们如何看呢，就说呢内热首先它容易口舌生疮，容易牙龈肿痛，容易口干，也就是说我们容易上火或者本身就有火。第二就是心烦。第三就是便秘。那内热呢本身最简单的就是看舌。那么内热呢它最直接的表现，我们刚才看到舌头都是偏淡红的，而它呢是变红了，或者有红点儿。第二就是呢胎呢我们刚才看都是白的，
它变黄了。无论见了舌红还是苔黄，都是内热。那我们有句话就说呢，所谓的内热是舌越红越热，哪儿红哪儿热。为什么叫哪儿红呢？我们舌头上有个脏腑的分布，舌尖是对应心的，舌尖两边是对应肺的，舌两侧对应肝的，肝胆的，舌中部对应脾胃的，舌根对应肾的。如果我们舌尖红的厉害，那就是心肺有火，或者心有火。舌尖呢带着两边，那是心肺。舌两侧红，肝胆；舌中部红，脾胃有热；舌根部红，下焦，比方说肾呀、膀胱有热。那我们看看舌红的部位，可以判断哪有热。针对性的可以用呢，清这些部位热的药。中医的药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我们说的金银花，它是清嗓子、清肺的。就同样清肺的，你像我们金银花是治嗓子的，那么就是那个金莲花呢，就治金银花再往下一点的，金荞麦呢就治喉部的，那么鱼腥草呢就治气管、支气管的热的。就说中药的那个清热部位挺明显，你像菊花是治上面眼睛的肝胆火，而野菊花呢就治盆腔的热，下焦的。所以以后呢，不同的中药，你像黄连是治上，就是中上焦的，黄芩治上焦的，而黄柏治下焦的。所以我们根据呢不同部位的热，选用不同食物。比方说百合，百合是指上边的热，肺热。但你说我下面有热怎么办呢？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小便黄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淡竹叶清心，去心火，去小肠热。但如果是我们就说呢，就是那个大便特别干，想清大肠热用什么呢？那我们就是除了药，比方说药我们可以用黄柏啊，用那个就是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清下面的大肠热呢，像野菊花、马齿苋，马齿苋是个野菜，它也可以清它下面热，蒲公英。所以我们就说呢，大家可以查一查，其实不同的中药包括食物对应的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就说有针对性的，可以根据舌头去判断。同样的黄苔，它有的苔呢就是越黄越有热，所以它这都是我们呢照照镜子就可以知道身体状态的一个方法。那我们那个食疗呢，是苦瓜可以清热的，黄瓜是清大肠热的，百合清肺热的。如果我们心烦呢，我们可以用莲子心，莲子心泡泡茶，它是清心火。莲子心呢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呢清肝火，它可以有点降压呀，清肝明目啊，甚至可以就说呢治失眠呀，还可以敛汗，还可以呢就是有的人呢容易遗精的，可以呢就是向火旺动的都管用。这个呢是我们可以代茶饮，一般的七到十粒。那个莲子心儿有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喝一喝着就觉得胃凉，怎么办呢？我们把那个姜丝扔两根进去，就那个姜丝啊，那个火柴棍儿那么粗的丝两根，跟莲子心的十粒一泡茶，胃呢就不凉了，而呢其他部分的热就被莲子心清掉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清火的，就是引火归元。怎么用呢？大家呢就是做饭的话都知道一个肉桂粉。肉桂粉呢是我们一个调料，在超市有卖的。拿肉桂粉呢，拿醋调成呢粘稠的不要留的那个膏，我们说的膏呢要比膏再硬一点，叫硬膏。然后呢搁在涌泉穴上，在我们的就是足部的中线上，上三分之一有个人字纹。贴涌泉穴上以后呢，拿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都让病人拿邦迪一贴，方的邦迪，一般都晚上睡觉时候贴。这时候呢，像我们说的也容易那个上火、口疮呀、牙疼啊这些，它火就引下来了，引下来了，它是降火效果比较好的，也是呢那个损伤比较小的，也比较方便。所以大家呢发现自己有热有火了，可以试一试。这是我们的就是内热的调整，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是还有一个状态呢，就是脾虚。其实呢就说啊，就是据我们观察呢，由于现代的生活呢吃的比较精细，容易热量或者是营养摄入过度。过度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脾胃的消化功能就受到挑战了。
这个脾胃也不光要吸收进去，还要把这个东西我们叫脾主运化。什么叫运化呢？就是营养到哪里都是由脾来决定的。那么脾呢，除了我们说的脾胃这一块作用，它包括了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热能量从吸收进来到储存到动员再到消耗掉，其实中医都认为是脾的功能。但是脾的功能弱的时候啊，它有可能呢吃进去了，存那儿了，动员不了，结果产生了代谢产物堆积。所以有人说，为什么我喝口水都长肉啊？因为它脾虚。真正的脾不光是能存，还得能用。所以后呢，脾胃虚呢最典型的症状，一个是吃饭不香了，或者是呢肚子容易胀，或者大便呢容易不成形，都容易脾虚。那脾虚要照镜子，最简单，你看那个舌头胖，有齿痕，这是我们说脾虚的最典型的症状。如果这个人的脾虚还有湿呢，就有白腻苔。大家只要看到这样的舌头，就是自己脾胃功能呢弱了。什么叫弱了呢？这个脾胃啊，它消化食物跟我们扛东西似的。我的体力，比方说我们的肌肉能力啊，我一天呢扛两个麻包我还行，我扛十个麻包我努努力，你让我扛100个麻包就累坏了。那个脾胃也是，你吃东西呢，你一天呢吃一个鸡蛋我能消化，我吃两个鸡蛋，哎，我也认了。你吃十个鸡蛋他有点消化不了了，你要给他吃100个鸡蛋，这个人脾胃就被弄垮了。所以吃的越多脾胃的负担越重。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实际上还是吃的摄入过多。所以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我们吃的东西是脾胃的负担，而呢长期的负担容易导致脾虚。那我们进行脾胃调整呢，可以用食疗，比方吃点莲子呀，吃点芡实呀，吃点山药啊，用点茯苓啊，九足三里啊，都可以健脾益气的。所以我们呢就说这个前面讲过了，我就不多讲了。就是这是保证我们脾胃功能得以呢，就说呢激活呀，我们叫行脾，或者是那个把那垃圾运走叫运脾，这样一些方法。大家呢可以关注自己的脾胃功能，适当的用一些方法去调整。最经济实惠的就是按摩足三里阳虚。那这次的新冠呢，我们把阳虚提到了这个日程。为什么呢？这次新冠老年人容易出问题，其实老年人呢偏于阳虚。阳虚呢，它首先呢防御功能差，容易得病。第二呢，它容易产生水饮，导致呢就是肺出现了水肿，导致呢肺的一些功能那个下降。此外呢，抵抗力呢、调整力和调都不足。所以呢，这个阳虚呢，首先是身体怕冷。一吃点凉的不舒服，手脚是凉的，我们叫四目不温。另外呢，尿比较多，喝点水一会儿就小便，夜里起来好几趟，都是呢阳气不足的表现。而且看看舌头比气虚还要淡，我们叫淡白舌。甚至呢他舌也偏胖，很多阳虚的人呢也有点脾虚，有齿痕。所以我们叫淡白胖嫩舌，一般是白苔，这是阳虚状态。那么阳虚呢，也是我们的就是很多尤其年纪大的人容易出现的，也是我们这次新冠呢风险最大的，容易得重症。怎么办呢？尽快的把身体呢阳虚调整过来。我们刚才说的山药既可以补气，也可以呢就说温肾气，它可以呢使得阳气，还有小米都是偏温的。当然我们那个金匮肾气丸就是补肾阳的，也可以用。那么这里推荐的是温阳温肾阳最快的是艾灸关元。关元呢是脐下三寸，就是四横指的地方。现在那个我们很多店铺有卖那个就是艾灸盒的，点着艾灸盒呢搁在关元这儿，一次呢灸的10分钟15分钟，这个是我们呢叫那个温肾固元效果比较好的，这是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比方我们吃东西来的快，大家呢可以呢关注。那么上面呢，其实我们讲了，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呢，风险比较大的六类人，我们叫易感人群。我们希望大家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而不是说是比别人说这个管用，别人说吃这个，你比方有内热了，你再吃玉屏风呢，就更热了，风险更大了。所以一定是呢辩证的预防，这是辩证的调整，这是我们这次呢讲的一个核心。那么剩下就说啊，我们那个用药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你像每逢古代呢，就是古代每逢疫情呢，
官方也会贴出一些文告来，告诉大家呢这次疫情用点什么药比较合适。那么这里面我选了一些药，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一个是国医大师王琦的预防方药。那么我在讲之前还是强调一定要看自己身体状况。那么他针对的是气虚寒湿的，他用了芦根啊、金银花啊、藿香啊、红景天啊、贯众、虎杖这一型呢，就更偏于什么呢？气虚，尤其是红景天，就说针对疲劳的。另外主要是有湿、有内热的，它叫清热解毒、芳香辟秽、利湿避温。那么针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什么呢？我一定是有点舌红的，一定是苔有点腻的在用。第二个方子也是金银花、芦根、白茅根、藿香、白芷、草果，清热解毒、芳香化湿，一定是呢就说有湿，有全身的刚才说的酸乏无力，那么一定是呢就说我们舌头呢是有点胖啊，有齿痕呀、啊，尤其苔有点腻的吃。如果我们身体正常没得病的时候不建议使用。那么这里面呢说啊，就是剩下都是一些大夫需要掌握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呢要注意，就说呢当我们一旦得了以后，实际上呢新冠肺炎的本身发生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按照中医的就是八种辨证方法，尤其是温病的辨证方法，胃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加上伤寒的六经辨证，是可以预知这个疾病往下怎么发展的，可以截断它。这是我们呢就说呢可以那个在发病过程中用中医使得它保留在轻症，不要向重症发展，或者是保留的重症不要向危重症发展。此外呢我们还可以注意，就是说我们用药的时候治疗的时候要知道呢就是西安未受邪之地，就知道这个病这么发展了还要影响到其他的地方，我就把其他地方先保护好。第三呢就是我们用药，比方说举例子吧，莲花清瘟，如果你要用的时候呢它比较凉，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有湿怎么办呢？可以加点祛湿的，比方说呢我们加点藿香正气连用，就说呢一定是呢有针对性的辨证的使用，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这是我们的疾病防变的一个思想。那么下面呢我们说一下康复，就这次呢新冠以后呢出现了很多呢，比方说呢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肺损伤，还有甚至脑损伤，我们还见过睾丸损伤的，那个就是甚至神经损伤，还有呢就说呢鼻子的味觉那个损伤的。那么这些呢我们就说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些概念什么就不多讲了。那么这个康复这个词，其实中医呢虽然是没有这个医学这个概念，但是呢在很早就得到了应用。另外呢就说中医呢是一体的，就是预防、治疗、康复都是一体在用，这跟现代的康复的理念特别像，就是尽早的进行呢治疗，尽早的进行康复。那么中医的医典以及呢记载了很多很多康复的内容，包括理论包括方法，但同样强调呢辨证。那么这里面就说呢新冠肺炎这次我们的跟踪的研究的发现呢有肺损伤，还有呢其他脏器的受累的，这里面我着重推荐几个。实际上就说不光是新冠肺炎，所有的疾病在它刚刚的快好的时候，甚至呢得病的时候，他体力比较差，我们叫卧床，他躺在床上，如果我们说呢还有一点点可能自主的进行锻炼的，首先可以什么呢？就是腹式呼吸，你总得呼吸吧。那我们常见的呼吸两种，一种是胸式呼吸，一种腹式呼吸。通常的胸式呼吸呢是我们就说啊借助呢胸廓前后径的增大，但是胸式呼吸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实际上呢用的比较多，而腹式呼吸呢是我们以横膈就是下降为主的。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可以就说呢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把手放在腹部脐下，吸气的时候有意识的让横膈下降，让腹压增加，觉得好像空气呢直接进到了腹部，手被顶起，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就不管了，让自然呼吸，每次呢不要太多，一次呢20到30下。为什么呢？多了以后啊人会过度呼吸觉得头晕。那么正常的呼吸啊一般用胸式的话一般呢每次能吸入500毫升左右，而我们用腹式呼吸呢每下降1厘米的膈肌就可以多出250毫升左右的空气，这个通气量的改善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新冠它直接影响到肺功能，影响到肺的通气量，你只要让肺充分的活动，它的激化就是纤维化和激化就会变轻，
所以我们在那个临床当时非典的时候特别鼓励患者呢使劲呼吸，尤其是腹式呼吸。为什么腹式呼吸呢？就说呢，一般的胸式呼吸通常用的是中上肺，下肺也很少得到使用。所以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坠积性肺炎呢？因为他老不新陈代谢差，所以他呢中下肺也容易得病。而我们呢通过腹式呼吸呢，使得整个的肺液都动员起来，都进行气交换，同时也进行血液循环的代谢，把垃圾排出去，新鲜血液代谢回来，容易康复。这是我们的首推的腹式呼吸。而这种方式不光是新冠，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应该适当锻炼锻炼腹式呼吸。比方说在屏幕前干活干上那个一个小时了，我歇一会儿又不愿意动怎么办呢？就腹式呼吸，呼吸的三五下十下，你立刻会觉得通气量增加，头脑清醒，而且呢人的整个的状态会改善。大家呢可以试试。而且呢腹式呼吸呢又是中国所有导引功法的一种媒介，也就是说呢很多很多功法都要求我们学会腹式呼吸，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的练一练腹式呼吸呢。除可以扩大肺活量，改善全身供氧，可以改善的心肺功能，可以改善肺下部的代谢，改善腹腔脏器。你想那个肝其实也是平常的很少被那个就是活动的，而膈肌的下降会挤压肝脏，就像海绵似的，肝呢就像个海绵，它有海绵豆，挤它一下把它的旧血排出去，一放松了心血进来，也是一种呢改善呢肝胆血液胆汁的代谢。同时呢可以改善肠道的血液循环，预防便秘痔疮，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改善呢尤其女性的盆腔脏器的功能，甚至还可以预防呢盆腔一些肿瘤。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康复首推的腹式呼吸。当然了，如果我们学会腹式呼吸了，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做呢打坐调气。也就是说呢在腹式呼吸的情况下，咱们正坐或者盘坐，有意识的放松身心。我们除了调气再放松叫调形，在静心叫调神，三合一的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一种的训练方法。时间关系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呢就是找老师也好，上网查也好，或者呢我们中心呢如果愿意的话，美国中心可以专门做一个培训，都特别好的。第三个推荐的功法呢叫六字诀。其实呢早就是六字诀啊在我国南北朝就开始流行，它是通过呼吸导引配以发音的一种吐纳方法。它是通过呢六个字的不同发音和口型形成震动，带动脏腑气血运行。它包括了虚空呼散吹吸，分别对应了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和三焦，活动它的相应气血，从而呢调整身心。这个如果锻炼下来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呢可以直接呢针对我们的脏腑气血进行调整。那么这里面就说啊，首先要注意什么呢？锻炼的时候首先要学会呢深呼吸。呼吸它的前提是深呼吸，然后呢发音。第二呢注意口型，注意口型。那么它的五脏五音相对应，能够呢锻炼相应的脏腑，震动相应的经络，改善相应的脏腑功能。那么这里面呢是时间关系呢，大家可以呢上网查一下，虚的音呢是调肝的，注意它的口型，就是那个虚弱的虚这个音。注意呢就是尽量的吐气，因为它是一个导引，它叫吐纳功。所以呢深吸气，然后呢尽力的吐气发音，它针对的是肝郁肝阳上亢这些方那个问题。而喝的音呢在古音是有点磕这个发音，它呢是针对呢是心，如果对于心火心慌和心的功能失常的，它有一定的调整功能，所以大家呢注意。第三呢呼是健脾的，他首先呢注意口型，然后呢对脾胃的刚才我们讲的脾虚啊纳差啊腹胀啊便溏是一定效果的。一般呢如果是新冠或者预防或者是康复的话，如果脾本来就虚，
一般我们呢就是六字诀呢是一轮六遍，每个字呢发六遍，然后呢可以呢呼字再多发几遍。而这个嘶的音呢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肺，这也是我们新冠呢所针对的。它除了新冠以外呢，包括咳嗽喘息这类心肺功能不好的可以练这个音，也是呢练完六遍六字诀以后可以多练几遍。春音呢是补肾的，那么它呢就是腹式呼吸完了以后呢练吹的音，针对我们的肾虚呀、腰膝酸软呀、阳痿呀、早泄什么的有一定功效。同样也是就说呢，在补肾的话练完六遍六字诀的话可以再多练几遍。最后的吸，调理三焦，通过我们的就是那个呼气和吐纳，使得我们三焦气机呢通畅，改善我们的耳鸣啊、耳聋啊这些三焦呢气机不畅的一些表现。如果有胸闷呀、不舒啊、气滞啊等那个现象，可以练完六字诀以后呢多练几次调理三焦。这是我们的六字诀的一个呢训练方式。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呢我们呢就是那个一个小时左右。其实就说啊，那个我这想强调一下，新冠呢除了我们的前面的运动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是呼吸以外呢，还可以进行什么呢，就是食疗。其实中医呢食疗非常重视的，你像呢五常正大论是这么说的，大毒治病。什么叫大毒呢？就说呢药性越强副作用越强。这个大毒主要指的药效很强很强，药效的药治病的时候通常呢它调理很快，但是呢稍用即顾，怎么办呢？得病失去其六就停了，换药换成长毒的，到了失去其七停止，换成小毒的失去其八，最后怎么办呢？没有毒的药治病治到失去其九，这个时候就不用药了，用什么呢？果肉果菜食养尽之。说明我们中医在治疗过程中呢特别注意就是说呢药物产生的损伤。那么这里头我们注意就说呢，吃药同时呢注意饮食调理，吃药差不多的时候就停下来，用食疗避其攻益。那么这里头食疗注意就说呢，新冠的时候呢我们推荐一些呢保护脾胃的，像前面讲的那个山药之类的，另外吃一些呢黑木耳啊、百合啊、枇杷保护肺的健脾的。第二，余热未清，刚刚的感冒发烧好了不要急着补，为什么呢？如果舌红苔红腻的话证明是有热，先吃一点呢清热的食物把那余热清掉，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点，要用食疗，丝瓜呀、白菜呀、菊花啊、白茶呀、甜橙啊都可以清余热。第三，余热已清了要注意脾胃功能，它脾胃还功能很弱，吃多了相反的伤脾胃，这时候要加一点开胃消导健脾的山楂呀、白萝卜啊、那个陈皮啊之类的。大家呢就是学会呢就是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辩证的用饮食。此外这个里头推荐一个就是呢花粉山药粥，就是用天花粉呀、山药啊加上粳米和麦冬，这是对呢新冠以后的肺的那个损伤呢有一定调理功效，大家呢可以参考。此外呢注意就说呢有怕冷的我们可以吃些热的和表的，像生姜啊、葱啊、芥菜啊、香就是香菜，还有有咽干就是心烦口干的可以吃点清火的，像绿茶、豆豉、杨桃，甚至那个我们说的就是莲子心。咳嗽咳痰的可以吃些梨啊、百合啊、杏仁啊、乌梅啊、小白菜啊、苏叶啊。如果食欲不振的可以健脾消食山楂、山药、那个扁豆、葛根。可以推荐呢蜂蜜，然后呢香蕉、麻仁。失眠的呢可以推荐呢吃点枣仁啊，那个我们说的萱草，就是那个黄花菜等。心理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我们的心理这块呢就是说将来有那个自己独到的。还有艾灸呢，这里重点推荐就是肺腧和足三里，注意我们的情况。时间关系呢我就很简单的跟他交流了一下，那个有不当之处呢请各位专家指导，因为那个地方不一样，可能咱们国外的呢目前的一些情况呢，你像我们国内当时很少发现那个嗅觉有问题，但是我们那个国外很多病人反映呢首先出现了嗅觉味觉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呢一块儿去再进一步去研究探讨我们现在新冠疫情面对的健康问题。
下面呢也请各位那个嘉宾和专家呢指导，谢谢。谢谢李老师啊、我要解除共享吗？对啊、对，好 ，OK， 好，谢谢、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啊、一个演讲，然后我完全没我觉得可以一直讲下去，没有问题，非常非常精彩。然后呢，有观众有提到，就是说今天的讲座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会议的设置只能进100名，然后7点钟之前早都爆满了，那很多人就是很遗憾听不到。后来我们也增加了，就是可以增加进来的那个人数，但是也是大家没有听全。那我们有进行录像哈，希望可以稍后放在 CCACC 的网站上。也有观众朋友问这个演讲的讲义能不能跟大家分享？那我稍微整理一下，好吧？好。因为那个当时接的任务比较快，所以我很匆匆的。那个把我们的那个就是研究的东西呢抄了些、对对对，非常非常好，就是尤其是一些我们能做到的哈，在我们北美这边能做得到，比如说买一些能适时的可以那个对我们身心有好处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练习，尤其是六字诀，我觉得很好，非常好，但是听了不可能马上都能记得住，所以如果可以重温就非常好。没问题，好。对，然后还有观众问到老师讲的这个腹式呼吸康复训练应该从新冠病情的哪个阶段可以开始进行锻炼？那个就是我把我们的临床推荐就是推行过程中啊，我们有的大夫推荐呢，只要开始得病就开始练。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很简单的，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练。而且呢那个腹式呼吸呢在训练过程中它可以呢保护肺的功能。避免那个痰湿啊堆积在里头，尤其呢避免就是说呢这个肺脏啊它血瘀在里头。最新的德国的研究呢发现呢，其实那个微血栓是整个呢就是危重症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节，而呢通过腹式呼吸的这种对肺脏的挤压，从上肺、中肺、下肺的挤压呢，会保证它的血液通畅。其实呢我们都有经验，只要是脏器的血液通畅、循环通畅，其实能把垃圾带走，它损伤会变轻。对 ，OK， 那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好像题目有点大，就是说，您指出那个莲花清瘟胶囊能有效的缓解新冠症状，院长有没有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它的抗毒的作用机理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中医呢是辨证论治的，一定是辨证论治。因为呢新冠呢就是肺炎发生以后呢，有的专家呢就是针对那个就是莲花清瘟呢提出一些问题了，我个人认为是没有辩证。因为莲花清瘟本身的那个设置是在我们那个非典以后，它呢那个就是研制的，我个人认为它的组方呢就是还是就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它是这次呢新冠肺炎它有寒湿，而莲花清瘟呢偏凉，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就是其实我从一开始在推荐使用的时候都是莲花清瘟加上那个就是那个藿香正气一块用的话，从中医辩证角度来讲，那个就是首先呢我需要看病人的舌头。你像我从新冠以后线上诊治了不少，包括美国的，那么就高烧的，其中有一个小孩烧了4天，特别重，莲花清瘟让他用了3倍，但同时呢那个根据他的舌苔的变化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就是那个就是藿香正气的使用。此外就说呢就是那个如果是那个就是苔特别厚腻的话，如果变还有一点黄的话，那时候呢我就让他煮那个大量的那个就是薏米水去一块儿去做，说一定是辩证。还是我想呢就是那个刚才尤其我展示的6种舌头的状态是我们可以就是参照的，就是他有没有火，如果有火的话，比方说呢后来后期啊这个病人呢就舌苔就淡红了，不红了，那时候我就把莲花清瘟停掉了。为什么？就说我们用的中药不是专门去抗病毒的，而是我们预防它炎性风暴的。也就是说呢它那个越发烧，炎性风暴爆发的可能越大，也就是说它身体反应太高了。你要反应38度的时候，它身体的酶啊或者是那个抗病作用是最强的，但到39度的时候身体就乱了，就像那个就是
那个就混乱，再到四十度的时候，这个人呢整个的炎性风暴就要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像我在那个就是包括美国这块，他到了那个三十九度的时候，除了莲花清瘟还加着青苔灵，完了后呢看舌头有腻，腻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实际上最好的是什么呀，安宫牛黄。如果是安宫牛黄是青苔灵的一个就是组方吧，就是它那个原始的方子，它里头有化痰开窍的。那要没有的话呢，就是适当的用点那个就是我拿一些成药凑，因为咱们美国这块买那个这个饮片不是特别容易，比方说我常用的是那个莲花清瘟呀、啊、像青苔灵啊，或者是那个藿香正气呀、啊、然后呢这几个凑起来去配出一个，就说呢跟他的那个舌头或辩证比较接近的，这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佐以食疗，比方说呢有的病人呢就说呢，你看发烧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大便通，大便不通烧就老退不下去，用什么退通大便呢，让吃萝卜加上那个就是黄瓜，这两个配起来通便效果特别好。只要是大便一通，甚至泻一点，稍微的泻一点，一天两三次，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那个烧一下就降一个档次，一般从40度就降到39度多或者38度7-8。那个时候光吃清火的不管用，你像我们试过光吃那个莲花清瘟大便仍然下不来，就得吃里通气的。所以呢那个要有萝卜籽儿更好，没有萝卜籽儿就白萝卜，再加上那个就是黄瓜至少2-3根，再加点蜂蜜一下给它通降下去。但是舌苔要腻的话蜂蜜就少吃。莲花清瘟的抗病毒的效果呢，其实钟南山院是做过，大家可以查一下，我这就不多讲了，因为我们其实把它当成中药用，没有把它当成西药用，所以我这儿只是想中医辩证这块给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好。好，那还有观众问到听说预防新冠要避免剧烈的运动，预防新冠肺炎应不应该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然后还有问题就是预防的处方应该服用多长时间。好，那个咱先生运动啊，运动那个就是有两种运动方式，一种是我们叫保健运动，就是每天我走5公里，每天我走3000步，这个每天坚持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还能坚持，因为运动啊是一种就说呢那个就是习惯。当一个人的运动突然停止以后呢，因为我们研究呢就是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内啡肽，形成身体一个惯性，这个惯性突然被打破啊，身体会出现一种震荡不平衡。那么我们不能出去走呢，可以在家，比方说呢就是那个我原来走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3000步，那在家里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包括呢就是中医的所谓的就是那个八段锦也好，太极拳也好，甚至简单的就是站那儿抖，就是站在那儿让身体这么轻轻的上下颤动，这种方式呢其实呢它震动到的身体的那个就是经络也好，肌肉也好，或者它的消耗的能量也好，一点不少。或者说跳绳，就是无论如何让我每天的基本的运动量有个维持，而维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觉得舒服。每天活动的人会发现我运动不到量的时候啊，身体好像缺点什么似的，那么达到这个程度。中医讲究什么呢，微微出汗，不要出大汗，就是见了汗我们就减少量。第二个就是靶心率，就说我们不同的年龄有个靶心率计算方式，网上可以查出来，就是靶心率呢那个就是控制着自己相应的那个心率上，现在也方便了，有什么那个腕表什么运动看一眼，如果是心率呢最大心率超过靶心率了减量，然后呢停止。第三个，运动后的5分钟心率要恢复正常，如果恢复不过来一定是减量，这都是我们身体能够判断自己运动方式是否合适的一个依据。第四个，运动完以后大概半个小时身体就正常了，你不能说我运动了半个小时了还在这儿那个就喘呀、出汗啊什么的，那个也是量大了。所以我们有几个维度去判断自己的那个运动量是否合适，这叫就是日常的这种那个活动。我倾向于日常活动呢在自己耐受力的2/3，为什么呢，人的那个工作啊什么你总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要说足量去活动，说这是我们那个建议，但是呢要坚持，哪怕我坚持身体适量的一半呢，只要每天做都是非常好的，它会形成一个惯性，形成惯性。那第二个呢，关于每天的运动呢，我更推荐呢就咱们的保健运动，比方说呢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六字诀呀，那个这一类的。为什么呢，它是为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健康而设置的，它的活动效率更高一些。
你像那跑步，可能跑十年，他每次跑步的贡献度是一样的。但你要打太极拳十年，他每次的锻炼是越来越高的。你想想练太极练十年，你那个一举一动对身体的调整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坚持一种运动的话，选一种呢效价比最高的。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叫那个就是极限运动。为什么？就说我们的人就像车一样，它垃圾多了，需要我们燃烧一些，这时候需要出出汗。身体呢就是运动的功能，心肺的功能需要得到一个就是稍微的强化冲击一下。一般我们建议呢，就说一个月来它一两次，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把握身体的状况在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不是每天的。这里头的极限运动呢，有的朋友喜欢登山，我们是现在比较反对的，因为登山呢对膝关节的损伤太大了，还是建议就说呢比较一个快走。平常我们那个慢走大概呢6000步，我快走呢走它那个就是那个1万步到15000步，这个时候就身体呢一定要出汗，而这个汗呢一定要出来，而不是我们保健运动的健汗小汗。这个出汗代表了整个的系统呢高速的运转，同样的靶心率的控制不能超出自己的靶心率的顶点，它是可以算出来的，比方说60岁70岁不一样。第二呢，身体状态不好的降10%靶心率可以算出来的。同样的就说呢，一次极限运动以后半小时到1小时之内要缓解过来，那么极限运动呢一定是适当喝点水啊，但不能一次喝太多，补充自己的那个水分和那我们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矿物质的那个损伤。那么这个极限运动的话也是就说倾向于比我说叫极限运动，但是比自己呢能够耐受的减掉1/3。然后呢所有我们40岁以上的甚至再低一点的做极限运动的时候带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啊在那个就是剂量就是活动中它的负荷呢比较大，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其实我倒建议就说呢，所有就说我们那个35岁以上的人随身带点硝酸甘油。因为那个82%的猝死是由心源性引起的。你只要及时去调整它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是没有那个那一点帮忙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我见过很多很多身体特别好的，甚至包括我们那个就是那个运动很有那个成就的人，就是一次活动中的那个就是怎么就过去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极限运动要做好就是防就是预防。这是我们说的运动。抱歉，您那个声音是关了吧？我听不到您的声音。对，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预防的处方应该服用多久？对，预防处方呢，就是我又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所谓的预防。什么叫预防呢？就是它是有目的的。那么预防这块呢，就是一定是辩证的。你比方说呢，通常我们说呢，新冠呢，它往往免疫力低了，我们会容易出现。但是呢，提高免疫力的补气的，比方说玉屏风散，它有黄芪。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有火，你再吃黄芪的话，他立刻就火就更旺了。怎么办呢？其实我倾向于啊，就说预防的用药，不要去那个自己使用，一定要让大夫指导下。你比方如果找到我，比方说呢，我这一段比方要去坐火车了，但我担心免疫力不够，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可以给他玉屏风，但如果我发现的玉屏风呢，他本来舌头就红。我可以配合一些清火的，我同时要把它火清掉，也就是说中医所谓的配伍是有道理的，就说呢，我可以在一个就是他身体呢就是是平衡的，但平衡呢是在3级平衡，我可以呢按五脏的它的那个功能和寒热的功能，按那个我们8种辩证方法，把它整个身体状况呢用药提到2级，这时候我加点清热的，加点祛湿的，加点健脾的，加点补肾的。但是完全是针对这个人，他要是脾虚3分，我就用3分；他有内热5分，就用5分。这个时候呢，我建议用药，还是呢，既然叫药，一定是大夫指导下用。但食疗呢，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舌头，比方说呢，那个我觉得就是山药是特别好的，在张仲景的预防这种疫病，他用的是鼠疫丸，一味鼠疫就够。当然，他的鼠疫丸方子比较大，但古代就有一味鼠疫丸，就是吃山药。所以我特别推荐吃山药，它吃不坏。如果便秘的话，加点那个萝卜；要不便秘的话，就是山药。这是我比较推荐的。
然后有内热的话，就莲子心其实挺好的。然后呢，当然你要说内热呢比较轻，吃点梨啊、黄瓜呀、也行。就说我建议刚才呢推荐的食物大家是可以用的，但是呢推荐的药物尽可能的在大夫指导下，就比方说我要有一个活动是没法避免这种群聚性的，我需要把自身呢适当的提高一些。那么提高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抵抗力，一方面身体平衡了，就是那个注意，就是说呢就是那个身体的有一种平衡状态的话，万一有点点感染它比较轻，就是呢这个整体调整呢找咱们的大夫咨询一下，那个就是他的药可以那个就是在他的协定处方上可以调整。比方说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王琦院士的方子，他呢是偏凉的，比方说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偏祛湿的。但要脾虚呢我加点山药，痰虚呢我再加点什么，然后呢就是痰多呢我加点什么，就说让在这个方子上老先生提供了个思路，这个法我用起来呢还是需要就是因人而异的。好好，所以有个评论就是好多评论都说今天的讲座十分精彩，我也是深有同感，就是希望这个讲座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非常感谢李老师，非常感谢，对，谢谢，我想今天肯定讲不完所有的我们的问题，那我也有跟张主任在讨论，我们可能就是跟北美分校这边可能要继续后续的联系一些讲座。我也看到我们很多欢乐的老人家也在网上那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的日间保健中心或大家都在做这个社交隔离，然后很多时间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去做有建设性的事情，那听听讲座非常好，学学新的知识，然后学一下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谢谢李院长，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就是在从中牵桥搭线带来这么高质量的一个讲座。不客气，感谢李院长。不客气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对，我现在就想用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下广告，就是我们系列讲座下一次就会讲心理专家的对话。那很多人认为心理问题那当然是别人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因为只有疯掉的人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新冠疫情下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打击。比如说那个家庭妇女或者是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一些就是家庭暴力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不幸得了新冠，那就是很多那个心理的调适的问题都需要去调试。所以我们非常的荣幸请来两位精神科的医生，邵小平医生和贾俊勇先生医生，他们会在两个星期以后的礼拜五7:30会来到我们这个讲座，来跟我们详细的去解释怎么样去调理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我们也有其他的讲座在计划中，包括我们刚才有解释过我们 CCACC 的新冠的服务，然后最近CCACC 也有得到一些那个资助，可以帮助社区的老人家，如果有食物的问题的话，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点帮助，然后就是疫情中老人的照顾，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也请来Johns Hopkins 约翰科霍普金斯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专门研究这个老年人的精神状况的一个教授来给我们做讲座。所以我们暂定的讲座都是预定在礼拜五的晚上，那希望大家留意我们 CCACC 的报道或者是我们下面的讲座希望可以用 YouTube 来同时直播，这样的话就不再有这个人数的限制，或者是一下子找不到这个 Zoom link 上不来的这些问题。好，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反馈，就是希望听到哪方面的讲座，我们看看能不能尽量协助安排。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希望大家安康，然后做好疾病的这个防控，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非常感谢，再见。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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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